1950年，42岁的郭渭渠写耗费多年心血的艺术研究著作和书画拜见徐悲鸿。徐悲鸿看到他的画十分赞赏，认为他的画既有西画功底，又能兼具各种传统画法，不落前人窠臼。后经徐悲鸿、黄宾虹引荐，郭渭渠调入中央美院，先后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、民族美术研究所，开始了他在中国最高美术学府艺术研究与创作的崭新历程。这里是位于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的米粮库胡同，这条小胡同在北京林林总总的胡同中并不起眼，然而这里却曾经居住过陈半丁、胡风、叶君健、曾竹绍等众多文化名人。当年郭渭渠进京后就住在米粮库胡同15号院。北京浓郁的文化氛围深深吸引着郭渭渠，他努力工作，潜心画作，也结识了众多画坛前辈，在创作上得到了前辈大师的热情鼓励。齐白石看到他的作品后称赞道，这是明朝人的笔墨，现在很少见了。兴奋地在郭渭渠所画《松竹梅图》上提到，三有图，渭渠画笔工艺，于92岁时得获官三副。徐悲鸿赠郭渭渠对联曰，好风相从窈窕空谷，游昆独韵临摹绛霄。黄宾虹还亲自为郭渭渠绘制了山水轴。这三位大师对他都特别特别的尊重。实际上郭渭渠跟这三位相比都是学生辈的，都差很，岁数都差很大。这因为郭先生100周年嘛，现在就是跟那个柯冉先生啊，跟这个吴作人先生什么的。但是这些老先生从来不把他们当学，不把郭渭渠当学生，当成朋友。他就看到郭渭渠这个基础扎得特别扎实。为什么黄宾虹先生把这个写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这样一个重任，说中国缺这么本书，缺这位要研究整个系统的按编年体来研究中国书画家的这样一本书，把这样一个重任交给他。黄宾虹先生当时是研究这方面专家，但是他说写这本书需要几十年的时间。他看到郭渭渠行。1956年，徐悲鸿纪念馆筹建，中央美院决定调郭渭渠主持建馆工作。郭渭渠亲自设计了建筑方案，全力以赴地开始了系统整理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及收藏等工作。他来了以后，做了很多工作，把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代的书画家的收藏1000多幅，他都整理了。当时我对悲鸿的画我是清楚的，真的假的我都知道，但是对那些古画我不敢说我都能鉴定。所以郭渭渠先生来，因为他正研究这些画家的，所以请他整理这些背后收藏的作品，我也相信他。此后3年多的时间，郭渭渠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徐悲鸿纪念馆的建设。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廖静文回忆起当年和郭渭渠共同工作的岁月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在共同工作的这几年里，我感觉他这个人待人诚恳，自己很勤奋刻苦，很简朴，很朴素，
而且很尊重人。那个时候纪念馆一个礼拜只开两天馆，所以他有时间，他把工作做完了，有好几天的时间，他就有一个办公室，他就画画，而且他通过看了北红这么多收藏，他也吸收了古人的很多东西，加以创新。